原标题：清朝最残酷的刑法，比斩首更让犯人羞愧，想自杀都没机会。中国古代一千多年封建社会，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法家，专门推行依法治国的理念，完全跟儒家不沾边。商鞅就是法家的代表人物。发展到后来，法家和儒家相互依存，但法律在任何朝代必须存在。法律的存在起到警示作用，能够让犯人受到惩罚，同时让有犯罪倾向的人能看到犯罪的下场。到了清朝时期，各种刑罚已经很完善，甚至还出现满清十大酷刑这种骇人听闻的词。其实清朝所有刑罚中最令人痛苦的当属枷锁刑罚。看过古装电视剧就知道，历史上那些犯人往往是需要带着枷锁的，就是架在犯人脖子上，双手从下面串上来。这种刑罚很早就有，到明朝时发展到巅峰。根据史料的记载，这种枷锁一般重35斤，长55，宽15。到明朝正德年间，刘瑾把这种枷锁重量变为150斤，都可以直接压死人了。到清朝那就更加恐怖了。根据史料记载，罪无轻重皆绝杖，永远戍边，或加项发钱，加重至150斤，不数日折死。也就是说，太重的枷锁直接把人活活压死。而清朝在枷锁的基础上还发明了战枷，又叫战笼、笠枷。战枷堪称清朝最残酷的刑法，外形上来看有点像囚车，犯人的脖子以上能露出来，而脚下是垫着砖头的。砖头的多少取决于犯罪的大小，罪过越大砖头越少。如果把所有砖头都撤掉，那犯人脖子直接被吊着，被站家的罪犯吃喝拉撒都不方便。如果有亲朋好友的话，还能送点东西给犯人吃。一般的官吏差人只是那些最粗的猪食扔过去，而犯人方便时都是站在的，包括方便大号也是站在进行。整个场面实在难以描述，战枷这种刑罚太过残酷，直到光绪年间才被废除。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，这种刑罚实在有违人道，可在古代却不以为然。当时的统治者觉得刑罚越重才能让人不敢犯法，所谓乱世刑重典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时代发展到今天，古代许多刑罚都已经被废除了，那些折磨人的刑罚太不人道。如果犯人需要执行死刑，一般是枪毙就行，既可以减少犯人的痛苦，也可以减少行刑者的心理负担，显得更为文明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